走。快下山，爷爷！快走，这山上山下都是我们的人，你们往哪儿跑？不自量力，那我就先解决了你。走，走。乔儿，他们人多，咱们得去帮衬爷爷。他们不是我爷爷的对手，我们在反而给爷爷添乱了。快走吧。看不出来，你这老叫花子还有点能耐。少废话，放马过来。你以为你把我们带到了这儿，那两个小姑娘就能顺利下山吗？疯婆子，你以为我的孩子们是被你吓大的？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？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。别跟他废话。呀，不跟你们玩了。追追。你们这是想往哪儿跑啊？乔儿，别管我，你快跑！蒙一雨，你一个大男人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你放了水灵姐，还敢给我走？快走！你打不过他的，你快跑！嗯。水灵姐，你等我，我去找爷爷。进去，快点，快点，跟紧。人跑了，剑谱烧了，这就是你们给我这个新掌门的见面礼吗？大人，找到半本剑谱，拿过来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剑谱，你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吗？是。既然武当的剑谱都已经烧毁了，那就只好麻烦诸位当一回活剑谱了，把他们带到演武场。走，快点。爷爷，爷爷，走。乔儿，蓝姑娘呢？水灵姐被蒙一雨抓走了，我们去救她，快走。不可不可，他们人多势众，爷爷就是去了也救不出蓝姑娘。你不去是吧？好，那我自己去，我跟他们拼了。站住。爷爷，走吧，我们不能看着水灵姐死在他们的手里。爷爷告诉你，现在武当山已经被毛沧浪控制了，想要救人必须要伺机而动。听爷爷的，马上离开武当去找晶儿。我找他干什么呀？你告诉晶儿，千万不要回武当，蓝姑娘的事儿交给爷爷了。那你一个人行吗？哼，我的宝贝孙女儿不在身边，我才能放开手脚，懂吗？懂。那我听爷爷的。爷爷，你自己要当心啊。快走吧。
把这些记下来，都记好了吗？够了，都别练了。看来不悔师太按耐不住了。有什么话想说吗？人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谋藏浪，你接管掌门之位，为何如此奴役武当弟子？ 您你是个女流之辈，我给点面子说几句。郑铁岗，他们一把火把武当传承百年的典籍烧个干干净净。我谋藏浪新任武当掌门，我出于大局考虑才出此下策，为的是让数代武当人的心血不至于白费，让武当功法完好无损的留给后人。 我看谁敢练！不回，你如此顽固，想敬酒不吃罚酒吗？父亲，快走！老实点。呵呵。 这个美人是从哪里来的？父亲，她是蓝玉京的姐姐蓝水灵。哦，水灵，师父，老实点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死心吧。你师父现在自顾不暇，救不了你的。放开蓝水灵，有种冲我来！ 师太，这回就全看你了。水灵没事吧？继续演练。嘿，全记下来。 玉京，怎么停下来了？不行，我眼皮一直跳，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姐。就为这事儿，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你姐姐和不悔师太在一起。再说了，郑老前辈和巧儿也在呢，没事。掉头，回武当山，我要回去接我姐。且慢，玉京，你以为现在的武当山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救命你的身手！ 莫非是想让蓝姑娘来保护你？我现在剑法是有些差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在这里停留几日，切磋剑法。等你剑法有所进步，我便陪你一起回武当山去接蓝姑娘，怎么样？好，往前去！就啊，就撤撤。 据说武当最精华的剑谱，都不在藏经阁内存放，可有此事？的确如此。之前呢，一直由老无相一手掌管。纯阳无极攻心法呢？这个呢，是武当至宝，自然也在老无相手中。那他现在在何处？这个。 贫道并不知晓，老无相定是早就做了安排。我再想寻找，无异于大海捞针呐！贫道呢，倒是有些许线索。讲，前几日无相曾经密会徒孙蓝玉京，假借逐出山门的名义。 早早安排逃走，这无极宫的下落会不会与这小子有关呢？蓝玉京去向何处？听不及说，他去了少林。少林？哎呀，这蓝玉京素来顽劣，前几日呢因偷食红丸，导致内力失衡，受了内伤。
若想救其性命，须学得调理内息之法，而此法只有少林才有。我又输了。玉京，想打赢我，那是三两天的事儿。东方大哥，巧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！吴相掌门先逝了，某苍浪占领了武当山，而且武当山所有的弟子都被他抓起来了。师祖爷爷先逝了。不行，我得找谋苍浪报仇去。玉京，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蓝玉京，就凭你现在的身手，怎么为吴相掌门报仇？武当将亡，我身为武当弟子，难道就眼睁睁坐视不理吗？玉京，蓝玉京，你怎么还不清醒？无量长老不惜道长不回师太，他们哪个武功不比你高强？他们也救不了武当，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回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就是死，我也要死在武当山上。你不能回去。玉京，你不能去，爷爷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不能回武当山。我怎么也得再见师祖爷爷一面啊，他老人家养了我那么多年，我不能不忠不孝。你呀，早就不明白无相长老的一番苦心，他逐你下山就是为了让你远离是非之地，可你呢，偏偏要回去送死，你连他们家最后一番苦心也辜负了吗？啊！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，你不能冲动，冲动就做傻事情了。我怎么也得给他老人家送终呀。巧儿，没事。师祖爷爷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青儿可怎么办呀？爹娘也死了，你也死了，往后武当山我还能依靠谁呀？蓝玉京，说过剑法进步了才能走，这话你全忘了吗？滚开，别管我。东方亮，我跟你拼了。你连我都打不赢，有什么资格跟谋苍狼拼命？东方亮，你混蛋，放开少爷。你玉京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东方大哥，师祖死的冤枉，我不能给他送终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心安。无相掌门在乎你这点礼仪？他交代给你的重任你完成了多少？你承诺了却没有本事兑现，这才真的让他死不瞑目呢，你知道吗？无相掌门的死是有意义的，他是为了武当死的，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保全武当数代弟子的生命，保全武当数代人的基业。可你呢，在武当白白活了18年，你为武当做了什么啊？所以说我是个废物，我是个废物。师祖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武当。好了好了，玉京，玉京，武当此难在劫难逃，我们现在如果回去也是无济于事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既然无相掌门爷爷都不让我们再回武当山，一定有他们的道理。巧儿姑娘，你说的对，现在武当这么乱，蓝姑娘如何了？对了，我姐姐呢？
吴姐呢？我告诉你水灵姐的下落，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冲动啊！吴姐到底怎么了？她被蒙毅羽抓走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难怪我一直心里不安。哎，玉静，玉静，你先别激动，待我们想想办法。 想出办法，吴姐早就没命了。那也得先听巧儿把话说完呢。可以。谋苍浪他想要的是武当秘籍，这本秘籍不在水灵姐身上，所以说水灵姐现在是安全的，她暂时没有危险。原来他们是冲我来的。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害了我姐。巧儿，玉静，你们先去少林寺。 我去武当山救蓝姑娘，万万不可！东方大哥，你不能回武当山。现在蒙毅羽到处在派人抓你们，你如果现在回了武当山，不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吗？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水灵姑娘不管呢？我们当然要救水灵姐了。我爷爷已经说了，他自会想办法，一定会救出水灵姐的。当真？当然，难道你不相信我爷爷吗？郑爷爷的武功，没得说。 爷爷已经跟我说好了，我们两个会时刻飞鸽传书，一旦救出了水灵姐，他会第一时间带水灵姐来和我们会合。玉静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？师祖在天之灵见证，今日起，静儿定苦练武艺，完成师祖重托。 再回武当，为师祖报仇雪恨。东方大哥。 你愿意替我纠正错误的剑法吗？玉京，求你了。玉京啊，你我一同修习剑法便是。好。蓝水灵，你弟弟蓝玉京要去少林寺找谁？我不知道。 那他现在人在何处？不知道。你，不要白费口舌了。你马上带蓝水灵去少林寺，务必用它换回蓝玉京那本秘籍。孩儿明白。走。 归不好，干嘛拿水车撒气啊？给你看一样东西，让你开心开心。嗯，拿。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法，哪儿搞的？偷的。哪儿偷的？藏经阁，我从那出来的时候，顺手就拿出来了。啊？ 我是丐帮的嘛，习惯动作。天风邪士，钟馗仗剑。看你那么喜欢，送给你啦。真的？嗯。巧儿，有了他，东方大哥很快就是我手下败将了，我就可以救姐姐了。 你先别这么着急，先跟着东方大哥把之前错误的剑法纠正过来再说。好，我听你的。<笑>
你要小心了，我马上就要使出白蛇吐信、神龙摆尾、钟馗仗剑、罗汉降龙了。来，接招！呀！你这白蛇像白手，钟馗像小鬼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剑法。苍松银客，李靖，信念坚决，才可攻必克，战必胜。剑之要旨，乃随心而动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再来。这叫太极剑法。同是武当剑法，为什么我义父教我的和东方大哥教的就是不一样的？李靖啊，你看，就像这潭水，表面上看起来静止不动，嗯，其实它一直在流动，在变化着呢。哦，哎哎，怎么了？这里有鱼啊，有鱼！哎，没事。哎，抓到了！妈，我今天晚上有鱼吃了。抓住了！接吃饭吧，再不吃饭你会被饿死的。我就算饿死也比让你利用好。放心吧，在见到你弟弟之前我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奉劝你，要是想见到你弟弟就好好吃饭，不然你可能真的活不到那天。大哥，你的武当剑法确实高明，这些日子小弟得益匪浅，谢谢你了。雨晴，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大哥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谢够了没？好了，再来。
东方大哥，我现在剑法可有进步。雨晴啊，你现在的剑法突然间大有长进，这内功也精进了不少，定是你体内的红丸发生了作用吧。这次算我们打平了。东方大哥，几天前你说过，若是我真的进步了，就不再拦我回武当。你还想回去？嗯，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师祖了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现在首要任务是去少林寺治好我的内伤，然后再回来接我姐姐，一起去寻找当年血案的知情人。雨晴，你不仅武艺大有长进，你的修为也精进不少啊。大哥，难为你和巧儿一番苦心了。对了，这个呢是我这些日子剑法长进的秘密，送给你了。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法。对，东方大哥，你处处替我着想，还陪我练剑，我当然要知恩图报了。好兄弟嘛，就要有福同享。玉京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东方亮的好兄弟。好。雨晴，你看。喂。这一招气贯长虹。喂。喂。我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练剑练魔杖了？现在连晚饭也不吃了是吗？马上就来。哎，雨晴，嗯，你再看这一招。我给你们两个人一炷香的时间，如果你们两个人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桌子上的清蒸鱼、米粉肉、口水鸡啊，想想就好吃，我全部都拿去喂狗。米粉肉，我们的饭菜何时变得这么丰盛了？哼，我敢跟你打赌，巧儿肯定是诓咱们，等咱们一到饭桌上就只有稀粥两碗。是你的肚子小了吧？走，回去吃饭。好。看到了吗？我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放下剑来吃饭呀？今天你们可得多吃点，明天啊我们要赶路了。啊？为什么那么着急啊？哎，因为我们的盘缠不够了，在这再住下去我们拿什么赶路啊？小二，是东方大哥一时疏忽了，竟把这练剑了，拿着。哇，一袋。哇，还是东方大哥豪气。不客气，收下了。别客气。喂，郑小儿，瞧你那见钱眼开的鬼样子，等回头啊我也赚钱，我也卖艺给你赚钱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卖艺给我赚钱？哇，我们的玉京有觉悟了。不是，大哥你瞧瞧他财迷。你说我财迷？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是是是是是，知道就好。好了，你再歇会儿吧，还有一道菜就开饭了。我先去湖里洗个澡，太热。那你快点，还有一个菜。啊，快回来啊，玉京，这鱼可不错，晚了就凉了啊。哎，巧儿，你现在的手艺可是越来越好了。东方大哥，还有一道菜，等着，马上就好啊。好。
你叫我啊？这方圆十丈还有其他人吗？姑娘啊，都快天黑了，你找我有何贵干呢？你看起来像个粗人，说话这么文绉绉的，怕是他给你带坏了吧？他谁啊？姑娘，咱俩之前认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蓝玉京。姑娘尊姓大名啊？少啰嗦，我就问你啊，白天同你练剑的男子是你朋友啊？你说东方大哥？他是我好兄弟，生死之交。当真？当真啊。玉京，巧儿，你先别过来啊，我还没洗完呢。你怎么那么慢啊？饭菜都凉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回去等你，你快点啊。知道了。乖。哇，好热闹啊。是啊。小姐，小姐，他们往那个方向去了。走。东方大哥。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，我看这儿还不错。你好，玉静、巧儿。我们稍作休息，然后备些粮草，继续赶路。好。走。走。巧儿，这好热闹啊！巧儿，你看这个，好漂亮。前面有的是。这山楂裹了好多糖啊！这叫冰糖葫芦。我想吃。老板，给他来一个尝尝鲜。好。首饰，看看首饰啊！来看看首饰啦！看看这个，好漂亮。第一次见这个东西呢，当然觉得新鲜了。以后见多了就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走了，不客气。巧儿，你说东方大哥也真是的，为了练剑都不肯跟咱们一起来逛街市。所以说他的剑术比你的要高啊。你看，巧儿，咱买一只小狗上路吧，好吗？还买小狗？你忘了东方大哥怎么说了？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太多时间。走了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不买了。谢谢老板。烧鸡，香喷喷的烧鸡。客官，来一只烧鸡。您看看啊，新鲜出炉的，可香了。哇，好吃吗？当然了，这是刚烤出来的，可香。你尝尝。客官，来一只。好香啊。武当山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老板，来一只烧鸡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巧儿，你太好了，咱们正好把这个烧鸡带回客栈。东方大哥练完了以后一定累了。我看是你想吃吧。来，拿好。咱们买一只够吗？尝尝先得了，走了。
东方大哥，东方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玉京，巧儿，我家中临时有点事儿，就不能与你们一路同行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陪你一起去。是啊，怎么会这么着急？我自己能解决得了，你们先行一步，等我办完的事情再去找你们会合，咱们少林寺见。哦，那大哥，多保重。好，少林寺见。啊，就一路小心啊，东方大哥。好。东方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他这个人不是一向神神秘秘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再也没有人跟你抢烧鸡了，傻瓜。我都饿了，走吃烧鸡去。馋鬼。快。吃烧鸡喽。哎，巧儿，给你先来。我不吃，你先吃吧。吃吧，赶紧你先来，你的。那我可都吃了。哦。嘿嘿嘿，看你那个馋样，逗你的，全部都给你。你吃，我路上再吃。那我可吃了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？终于，真是味觉天下。东方大哥不来，真是太没口福了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，脑子里面只有吃喝二字？这人是吃喝玩大嘛，我要啥？我必须吃了这烧鸡再走。同意。对了，你，你慢点吃。你说，东方大哥走的那么急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？看他刚才的样子，这件事肯定不行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说来听听。昨天晚上，在河边，有个嘴巴很厉害的漂亮姐姐抓住我的手，跟我询问东方大哥的事情。姐姐？嗯。哎，你别光顾着吃啊，你来说说看，这个姐姐长什么样子？这个姐姐嘛，啊，可漂亮了，绝对是个大美人儿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过是云烟，再多苦。
再多苦难也愿意与你相伴。